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他懂不懂？那边，把手放开。是不是可以去你的小岛找你玩啊？闭门谢客。哎，小心点儿。我才是马上登顶的人。我真的好累啊。还好吗？我还可以。轮到你了。什么轮到我了？你的理由吧。什么理由？为什么必须结了婚才可以啊？简单点说，就是一种偏执的责任感。责任。真的好累啊。我背你啊。背你就不累了。哎，哎，这里挺好看的，你帮我拍张照吧。可以啊。那，这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歌词。这歌词的意思是，纵然曾经爱过却落空，也比从未爱过更好。那落空也没关系吗？错过了你，就像你说的，一个人孤单一辈子，老了之后就去买一座小岛。你是个大笨蛋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这条路太平坦了，我要去找一条更曲折的路。真符合你没事找事儿的性格。马尔代夫沙丘爱，庸俗，跳伞浪横幅，
你别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，周恒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。我有事想问你。哎，你躲什么呀？嗯嗯，你的原则呢？堂堂一个公司老总，怎么开始害怕了？嗯，好啦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我有问题要问你，你身为公司的老板，应该知道公司很多的秘密吧？我翻遍了所有的资料，都找不到最初的那位女酿酒师，到底是谁啊？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她是谁。谁啊？过来，不告诉你。幼稚。上车。又想捉弄我？今晚我请你吃饭，那赶紧的。这些都是我亲自装修设计的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嗯，还算有点品味。嗯，但是我今天要好好的检查一下。进来吧。没想到你家居然是这种装修风格啊。这些都是我亲自装修设计的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嗯，还算有点品味。嗯，但是我今天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厨艺。你的手好好看，小心点，不要切刀。你做过饭吗？我没做过饭，不太会。
你都不会逃啊？我爸妈来了，要不带你去见一下他们？不要。爸妈，哎，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？我就知道你一定在家。哎呦，不容易啊，一个人做饭了。那可不。也是啊，这么美好的夜晚，怎么能出去约会呢？哎呦，这万一脱单了，怎么办？就是。怎么气死你爸妈呀？爸。对呀。这可不行说。气死我们，你不高兴吗？哎呦，也许咱儿子啊是无性恋，分手呢只是搪塞我们的借口，对吧？嗯，是。这就是周恒的爸妈，总觉得有些眼熟。周先生，周太太好。我那个是在这边就是代班，我今天只干一天，我这边的工作呢都做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呗。有寂寞，别胡说。哎呀，可悲呀、啊！这屋子里出现过的女性，只有你妈和那个保洁阿姨吧。保洁阿姨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女朋友？等着瞧吧，有戏吧？哼，别听我爸妈胡说，他们……你的爸妈很爱你，你有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的家庭还缺一个人，就是你。你在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为什么不回微信啊？你上次说的那个事情，我那么做应该没事儿吧？这周我带他去吃这个，你们女生爱吃这个东西吗？快帮我想想，快帮我想想。你怎么不回微信呢？干嘛呢？不回我微信。怎么样啊？快好了没？直播都要开始了。上次雪浓酒找谁代言？什么酒？雪浓酒。雪浓酒。刚才介绍这款德国咖啡机，还有仅剩2000单啊，我们快点抢，各位。现在剩多少单？不到1000，不到1000了，各位。倒数10秒钟了啊，10、9、8，空了。7，空了。好，那我们过了这款产品。快，下一单。这个产品，亲爱的冰粉们。下面我隆重介绍一下这款酒，它的名字叫雪浓酒，这是我近几年喝过最棒的一个白酒。这款白酒啊，是低度特调白酒，颜值不仅高，而且喝了不易上头，性价比超高，出门在外和朋友聚会都方便携带。来，上车。
好吗？正好出大事了。什么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叫我，你们知道吗？实在抱歉，这么晚突然把大家召集过来开会，公司遇到紧急情况。顾玉，艾斯在直播间推了咱们的酒，雪浓酒现在是热搜第一，渠道商快要把我的电话打爆了，都要找咱们订货。哎呦，这是个好事啊！顾玉，你去跟艾斯跟进一下，谈接下来的合作。马主任，哎，你带领团队对接各方面的订货需求。林雪浓，你去车间监督生产。好，我们公司上下齐心协力，保生产，保出货量，生产。口碑一个都不能断掉，辛苦大家。好，好，来，辛苦。这样，赚什么吧？说，行，行，行。醒醒！你终于舍得来找我了。你疯了？这样搞没有佣金的。我缺你那仨瓜俩枣吗？不要再找那些无名小辈了。我来给你们免费代言，解决我的恋爱问题，这才是你该做的。我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帮你把他给追回来，要不然你还是去找专业人士吧，好吗？不可能，这件事情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。你能跟我说，也能跟其他人说啊。这种事情这么私密，我不可能跟别人讲的。你是我唯一的倾听者了。你坐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忘了他吧？你在他眼里就是一条没有尊严、没有底线、没有自我的舔狗，你们俩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这么帅，我这么有钱，我能是舔狗？其实你心里有答案，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。我觉得咱们这一次的雪浓酒卖得特别好，应该搞一款 PR 礼盒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公司的生产线经过多年验证，不管是质量还是出货量都有目共睹，希望下次合作。好的。我个人最喜欢那款白色和透明相间的。哦，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那个颜色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。哎，那要是做成这种蓝色的也不错，这种盒子的也好看。嗯，你设计的对吧？而且非常适合雪浓酒这个名字。这个包装也是。金河酒业之前都快倒闭了，现在居然踩到我天马的头上。我花大钱请你来营销，你搞了些什么？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联系大 V 大网红，无论花多少钱，给我把这件事情炒上热门。哎，有人在网上败坏雪浓酒的名声，说当初艾斯给咱们推货是因为跟你有一腿。艾斯确实发过我们的恋爱视频。网上的人现在都在说你一边吊着艾斯，一边跟周总不清不楚，你就是个渣女，你在被网暴。哎，大家也太看得起我了。能玩弄这两个人的女人，那情商跟智商该有多高啊！哎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给你看我新买的小花花，可爱吧？嗯，给你吧。哎呀，得得得得得得，林雪浓，
你是本人吗？这要搁平时你早哭了，怎么今天你这么淡定啊？往后啊，我只在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，其他人的想法都不重要了。况且现在雪浓酒的名声呢，也已经打出去了。大不了我把这网一掐，安心的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网上的人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我也管不着，我就不做任何的回应了。所以你真的不回应？嗯。看着我。你真的不回应？嗯。好，那我解决。哎，吴宇，你干嘛去？吴宇。其实这件事情不回应也没关系的，为什么还要开发布会啊？这件事儿也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哦。各部门准备，直播即将开始，3、2、1，开始。Hello， 各位，今天我想澄清一下我和林雪浓女士的关系，我们并非情侣，只是商务上有点合作。连朋友都算不上。之前我在个人账户上发布的恋爱视频，女主角确实是林雪浓女士，但当时是为了掩盖真正女朋友的身份。正好有狗仔偷拍到我和林雪浓女士的照片，我就顺势请她帮忙假扮我女朋友了。这件事情对林雪浓女士造成的困扰以及社会舆论影响，在此我郑重地向大众道歉。他怎么来了？大家好，我是周恒。网传林雪浓勾引我，脚踏两只船等等，完全是不实消息。我们是正经恋爱关系。林雪浓是我想要步入婚姻的对象。雪浓是我想要步入婚姻的对象。是我。怎么了？都怪你！现在我的邻居还有多年不联系的朋友全部都来问我，问我你的消息。我说的都事实。那是我跟你之间的事情啊，不需要让外人知道。这下好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嗯，你要放弃你的原则吗？我愿意放弃我的原则，你也放弃你。
急事儿。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是我租客的事情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我们下次吧。翻身舔狗把歌唱，太爽了。哎，你是真有活力啊。因为分手了。对，恭喜你啊，终于重新做回人了。嗯。辛苦你了，昨天跟我们折腾了一晚上。了事儿。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。以前我跟李雪诺一个两清了，你以后记得找一个能珍惜你的人谈恋爱啊。嗯，必须的。小林，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嘛。哎呀，周总好痴情啊，快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八卦了啊。那个晚上呢，让雪萍请我吃饭，细细的说。哇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哎，对吧？周总，大家最近辛苦了，周末我们去温泉酒店庆功。哎，太好了。那个文件对不对？去搞一下啊！走，我们先走了啊！你们慢慢玩啊！事情处理的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嗯，处理好了。我有资格给他幸福的生活吗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真的准备好放弃不婚不恋的原则，跟周恒在一起了吗？怎么了？最近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。我啊，我又升职又加薪的，有什么可心情不好的？没有啊。晚餐开始前，我要请出今天的神秘嘉宾。因为他的帮助，我们的雪浓酒才能在市场上打开局面。让我们有请 ，Ice。之前不好意思，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合作。
你现在跟我都有秘密了。合作愉快，我看过你的直播，就这么吃饭，口才又好，口碑啊，也很好，是不是？找到你了，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啊？你都走出失恋了，我的任务也结束了呀。那我们就不能聊天了吗？我跟他聊什么啊？你讨厌我吗？嗯，你讨厌我。你怎么样？挺开心的。终于等到我们的二人时光了。嗯。这是我们的纪念地哦。我才不承认呢，那么丢人。是挺丢人的，丢人到看我的眼睛冒星星。我哪有？不要胡说。你以后不准不回我消息，不准不理我。跟姐姐以后不准说不准，听见没有？这边，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，但是我从来没送过女生礼物，想破脑袋都不知道送什么好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嗯，我只要结婚才可以啊。好啦，不跟你闹了。我问你啊，你真的没有谈过恋爱吗？我对感情很认真的，我只会选择我命中注定的人。嗯，那你可不可以多跟我说一些你以前的故事啊？我想好好的了解你。其实我有个命。喂，什么？怎么？没事啊，你没伤着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哎呀，你还抽啊？你差点害死我们！对不起，阿姨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怎么当女儿的？你自己的爸爸都这样了还不管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阿姨，实在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没事吧，爸？你怎么样？林叔叔。
你说的对，我并不坚强，我也很想逃避，但因为我爸，我不想再被别人笑话了，我不想再踏出这一步了。你可以告诉我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，我不想把我的负担变成你的负担，因为你对我太好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隐瞒你。雪诺，雪诺，你走吧。我不走。走。我不想再难看了。哎，雪诺，雪诺，哎，周总老是不在公司，我要找他签字找不到人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去问他的秘书吧，我不了解周总的事情。是。雪诺，雪诺，哎，周总老是不在公司，我要找他签字找不到人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去问他的秘书吧，我不了解周总的事情。是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啊？跟我玩失联那一套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联络的必要啊。你就当是玩了一场游戏吧，好吗？别跟着我。游戏？你把我当游戏？什么意思？安琪又来咱们公司了，想合照的赶紧啊！安琪，真的好喜欢你，是的，安琪可以照一张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我也好喜欢你的，还有冰淇淋，明日行了，对对对，下个月见一个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干杯，干杯。干杯。我在上
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这件事情很复杂，在我没有绝对把握之前，还不能提前跟你讲。我不想给你不切实际的希望。你的手怎么了？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，你就一切都知道了。嗯。你就是小林吧？你爸的酒瘾很严重，幸亏小周送来的比较及时，我们配合了一些药物和心理治疗，他现在情况呢比较稳定了。啊，他很快就会醒来，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了。谢谢医生。比起这点小事，林叔叔的付出才是巨大的。他真的很想为你解救，他愿意配合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。爸爸马上就回来了，爸爸去给我买好吃的了。哎呀，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啊？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不起来，上次见到您清醒的样子是什么时候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其实我也很恨自己，怎么还不死？我一定要解救，做个好爸爸，好吗？好孩子，你嘴上说要逃离你爸爸，但你终究还是继承了他的衣钵，说明你心底对他的爱一直没有变。
我们被同一只丘比特之箭射中了，你看。你有病啊！我是你的表演工具吗？是不是又有人在拍视频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谈够了女演员就想找一个素人换换口味是吗？你适可而止吧。你别看我平时吊儿郎当，我对待感情可是很认真的，要不然我为什么和我前女友谈那么久？我能图她什么？我不就图她感情吗？你图她什么我管不着，但你图我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艾斯，你那么火，身边一定有好多适合你的喜欢你的女孩，所以我拜托你别来烦我了好吗？我不想和他们玩，我只想和你玩。好了，我吃饱了，真好吃。跟你吃饭啊，真划算，每次都在加吃。肯定啦，又健康又省钱。许农，嗯，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？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。谢谢你，我能走到现在，全靠你们的善意。还不是因为你够坚强，一个小姑娘孤身在西部的农场打拼。可惜你不给我地址啊，否则我要天天给你寄好东西。你一个航海家，天天在海上漂，能有信号就不错了。你们现在快到南极了吧？瞧你编的什么破职业，还航海家嘞？你怎么不说你是宇航员？他说。他还在甘肃养猪呢。不是你们，我就不会遇到现在的爱人。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照片。我有点口渴，我去拿杯水喝。嗯。嗯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叫林雪农帮忙把你约到这里。是我那天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你说过，让我带喜欢的女孩子来山顶看日落，没有套路。只有真心。嗯，我知道，我身上有很多光环，带货之王，网络最佳男明星，粉丝票选最多，粉丝最快突破千万的一个博主。不好意思，我说远了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抛开这些虚名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，我希望我喜欢的女孩也一样喜欢我。那你喜欢我什么呢？嗯，我喜欢你在工作的时候像一头维护领地的母狮子，我还喜欢你在保护朋友的时候像一只勇敢的母老虎。我真的是谢谢你了啊。怎么，母老虎和母狮子多好啊，谁说女人一定要被男人保护啊，女人也可以保护男人啊。我在你身边我就非常有安全感，非常的舒服。所以你喜欢保安？我
知道我在你心里一直是吊儿郎当的情场浪子，但是我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保留，没有秘密，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。其实我心里也有答案，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。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，其实我的真名字是……不许笑，这个事情谁都不准说，听懂了没？看你表现吧。所以呢？行，既然你这么坦诚，那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。我也喜欢你，咱们俩谈个恋爱吧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太好了！林雪浓，把我拍的好看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儿子，你现在和林雪浓在一起吗？不能在一起。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是因为雪浓的爸爸吗？他已经在戒酒了呀。因为你们俩是兄妹呀。兄妹。哎，雪浓，你们两个乱说什么呢？哎，你还记得那个网络妹妹小小草吧？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玩个梗而已，你看这孩子，你看这孩子。雪浓，小小草，我们是 J J 啊。J J 是两个人啊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是这样，我呢叫周江河，他呢叫叶京，我们的首字母啊都是 J。所以啊，我们的网名就起了 JJ。你们不是在德雷克海峡吗？你这还说你在甘肃养猪呢？雪浓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金河老酒真正的酿造者吗？嗯。我的父母就是金河老酒的创始人。什么？你在找我呀？嗯。也对，咱们呢是半个同行。只不过我做事啊只有三分钟热度，后期啊跟他爸享福去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哎，瞎打听什么呢？就是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那雪浓也知道我的秘密了。雪浓啊，其实我的全名叫叶周恒。周恒啊一直不想借我们的光，他从打第一份工开始就隐瞒身份，我们也不是刻意隐瞒身份，只是这么多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，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。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讲。今天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消化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回家慢慢消化。小小草，欢迎回家。你们居然是 J J， 实在是太丢人了。没事儿，想不到吧？刺激吧？去你的！你要走了？流程都弄完了？我跟爸爸商量了一下，他们还是希望我亲自过去主持工作，毕竟这是集团第一次收购国外公司。那你要待多久啊？也就几天，但下次回来就彻底搬家了。我预计最快流程大概需要两年。两年啊。许诺，你，我肯定要去啊，当然要陪着你啦。我去接个电话。
小月，明天跟我老板见面的事儿你可别忘了啊，时间地点我一会儿发给你，你可一定要记得准时到。算了吧。别呀，我们老板可是真的很欣赏你啊。哎呀，我都帮你答应好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对啊，你知道这是个机会你还犹豫什么？因为周恒啊。周恒他外派到国外两年，他出国也不影响你开展新事业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告诉你挂了啊。爽约啊，你明天一定记得来。我会不会耽误了他的发展？跟我一起走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啊，你酒做的挺好，但是啊，营销跟不上，到最后啊，卖不出钱来啊，还是加入我们吧。您能来亲自邀请我是我的荣幸，只是……哎，你先别着急拒绝我，你知道我很欣赏你的，我们公司在业界的地位那也更不用多说了。所以如果你加入我们，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呀。好吧，先考虑一下，等你消息哦。我今天早上5点才睡着。怎么了？又失眠了？嗯，是因为新的 offer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雪农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讲过我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吗？嗯，其实梅姨是我的亲生母亲，他们在生下我的时候还没有结婚，他们并没有想清楚，所以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那梅姨她……对，她不知道。我也不恨他们，我只是不希望跟他们犯同样的错误。原来这才是你婚前守节的真正原因。小时候我一直担心父母会对我厌烦，怕他们对我的爱总有一天会消失，但他们很爱我，是他们让我知道什么是爱，所以我也想把这份爱都要给你。去做你想做的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在。我会等你回来。许农，许农，喂，李学农在我手上，想要他活命就别报警，快点的这个机制，快。
雪梦。雪梦，你放开他，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为了他，可以放弃一切吗？我愿意。什么？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放了他。你们都听到了哦，所有人听我作证，他说他愿意。我作证，我也作证，我也听到了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看，真好看。我宣布叶周恒先生和林雪龙女士的新婚典礼正式开始。把他吓死我。儿子好棒啊，一直都是你在付出，这关键的一步就由我来吧。周恒，不对，叶周恒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